进来。站长，您找我。内鬼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我查出蔷薇这个代号是在汪伪时期出现的，当时此人出现的地点是在南京。民国35年在上海再次出现，便再也没有离开过。由此推断，站内曾经在南京待过的人都有嫌疑。这是人员名单。这么多人，包括您和我在内，一共是23人。我打算将这23人进行逐一排查，定会有所斩获。好，双局，这份名单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查出问题，就直接内部问话，不要有所顾忌。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谢谢站长。坐下说话。听说陈德道来上海了。是。他没跟你联系？他想把重生带走，被我拦下了。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们俩还有个孩子，听我一个劝，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，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吧。站长，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和他再有任何瓜葛了。老陈这个人呢，我了解他，谁还没什么毛病呢？再说了，他对孩子还是蛮好的。站长，是陈德道让您来找我的。啊，前两天我们俩吃过饭，他跟我说起了你俩的事儿，他让我有时间的话跟你谈一谈。双菊，站里的工作这么多，你又要查内鬼，又要出任务，你确实照顾不了孩子。重生现在也长大了，谁抚养都一样，你索性交给陈德道，也可以帮你分担分担。站长，那麻烦您帮我转告陈德道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可能把重生交给他这个畜生。双菊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陈德道现在今非昔比了，他是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，他简直掌握了上海所有官员的生杀大权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他。要杀要剐随他便，想带走重生门都没有。站长，我先走了。你就是块茅坑里的石头。小姐想买什么样的唱片？我想找一张 Dolly Wilson 唱片。哦，那您是喜欢听他的 As Time Goes By？ 是的，我是卡萨布兰卡的影迷，特别喜欢这首曲子。那这样，小姐，请跟我上楼试听一下，我们还有别的。好。
我下半辈子啊，就靠你来做我的右手了。老袁告诉我，你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，我的信就一直悬着，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是我让你担心了，是我错了。雨珠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北平的时候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。虽然我知道我们相隔千里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。雨珠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为了那一天，我们现在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是到上海了吗？我就好比一个风筝，你就是那风筝线，我怎么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。你呀，就会耍贫嘴。其实我这次来上海呢，一来是为了接替老袁的工作，二来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。我听孙天普说，你是来处理学生运动的。表面上是处理学生运动，但其实是要搞清楚国民党的撤退计划。马上东北就要开战了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前方的战事一旦吃紧，相信保密局一定会制定出相应的潜伏计划。你要多留意那边的所有动向。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不许着急。我答应你。嗯。和平跟他的几个同学悄悄地溜出解放区了。溜出来了？嗯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白政委正在派人到处找他。怎么会自己跑出来了呢？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我都叫你别着急了。和平他这个年纪正是爱玩的时候，说不定他只是想出来转一转呢。白政委让我告诉你，让你放宽心，他一旦有什么消息，随时通知我们。好。这里呢，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，一个记住，以后每周的时候都来这里买一张最畅销的唱片。我会在唱片里面塞一张字条，上面写明我们接头的时间和地点。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，我会让矛头在下面的橱窗内挂上一张个性白光的海报。你如果看到了，就到这里来。好，那备用联络点在哪里？芳华旅店109房间。我记住了。嗯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，让我再抱抱你。这里是夏雨竹的家，这里是南阳路48号保密局上海站。我们跟踪夏雨竹发现啊，他每天上下班必会经过的是长乐路，他下班的时间是5点。如果正常下班，他路过长乐路的时间是5点15分。长乐路的这个路口四通八达，便于撤退。我们打算埋伏在这儿，对夏雨竹实施暗杀。小明，明天上午全市的学生都会在林森中路进行游行，而且会在市府门口进行绝食抗议。我们真的不去了吗？要不我们改天再去暗杀这个女特务吧。不，就明天。游行和绝食抗议会吸引大批的警察，所以啊，正是咱们暗杀的绝好时机。好，好。同学们，明天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。后面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可以走了。
这是新来的同学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听说明天就有游行了，我们想尽快加入。是这样啊，除了游行，我们明天下午在长乐路还有一个刺杀任务，你们两个可以配合我们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就负责外围警戒，到时候啊，盯紧车牌是5446的黑色轿车，看到之后给我们打暗号，就听阿坤的指挥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其他同学呢？其他同学就让他们跟着游行的队伍一起去市府门口抗议吧。好，我回去通知他们。现场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学生，复旦大学已经公开发布，从今日起无限期的罢课。据说他们要到市党部门前静坐示威，估计还有学士抗议。这帮学生真的是无法无天，刚消停没几天，这又折腾上了。上海的学生运动，我已经汇报给南京那边了。上面的意思是，尽量扼杀在上海本地，不要蔓延到其他地方，还要注意工人阶层的反应。避免去年5月大规模学生游行事件的重演。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所有的警力都已集结待命，会在学生们去市府和党部的路上对他们进行拦截。那些学生就是赶时髦，以为喊几句口号那就是革命，推翻政府又如何？那还不就是重新洗牌，从头来过。依我看，只要把那几个领头的抓起来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就消停了。我们还是要研究方式方法，千万要掌握好这个度。武力只会激化矛盾，这帮学生他们的情绪最容易过激了，我们要吸取上一次的教训，流血的事情能不发生尽量别让它发生。放心吧，肖巡探员，我们自有办法。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民主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民主。你们把门打开，我们要和市长对话。对出去！同学们，我们不能屈服，打破独裁就从这一刻开始。冲啊！冲啊！带头的学生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，还有几个活跃分子，他们是南洋模范中学的。为什么抓我们？放我们出去！你们不要害怕，这里不是审讯室，更不是监狱，只要你们配合肯认错，我们一定会放你们出去。骗人！你们这些蒋介石的走狗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我的师兄去年就是被你们打死了。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。我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，就是希望跟你们进行一个沟通。我们政府愿意聆听大家的意见，所以你们有任何想法都可以说出来。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把我抓进来。我爸妈根本就不知道我去游行了，他们要是知道我被关进来了，非得把我打死不可。叛徒！说，都知道些什么？你放心，你的情况我不会跟你家里人说。真的？我说话算话。哦，我们学校的同学去黑市买了枪，说是要在今天暗杀一个女特务。那你知不知道暗杀的对象是谁？暗杀地点在哪？我都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开会地点，爱文一路的圣叶里5号。
局的下转员吗？通知警察局，立刻去长乐路。是是。怎么拉车的？你拉车不看路啊？你撞车你还有理了？你说你是带我去医院还是赔我钱？你说怎么办吧？赔钱？你把我车撞了，我还没让你赔钱呢，你当恶人先告状了你？你讲不讲理啊？我怎么不讲理了？就是你撞的我吗？什么我撞的？对呀，你撞的我。车都撞坏了，我车才坏了，你看都倒那儿了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谁不讲道理？是你撞的我。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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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讲不讲道理？讲不讲道理啊？啊！你给我起来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呀？你们人都这样了，你赶紧送医院吧！赶紧把人家送医院！对呀，人都这样了，赶紧送医院！好，你要跑是不是？还是要跑啊？你放开！放开我！夏专员情况怎么样了？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，送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了。哎，现在的这些学生啊，太放肆了。我们警察局已经把这几个学生啊，移送到你们保密局去了。顾长局，这件事儿一定严办严惩。是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子弹击中了腹部，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，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。但由于失血过多，加上病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弱，所以情况有一点复杂，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病人可能不会很快醒过来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啊，不客气。小小年纪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说。没人指使。你不老实呀？谁指使你干的？把头抬起来。把头抬起来。放开他。任和平
你知道你们今天要杀的人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是我妈。你知道她是你妈，你还下得去手？她是女特务，是蒋介石的帮手。个不孝子，当年你妈冒了那么大的风险，她把你生下来，把你养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？他和反动派同流合污，不是我们要杀他，是他的选择，注定要被这时代抛弃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推翻独裁统治，为了民主和自由吗？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原因，你也不能对你的亲生母亲下手。我没有找母亲，我没有找妈。审得怎么样了？认罪了吗？认了。既然认罪了，事情就简单了，全部就地枪决，杀鸡儆猴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枪杀夏专员的学生里面，有一个是任和平，是夏专员的儿子。就是夏玉珠和那个共产党任志远的儿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刚到上海，应该是自己和几个同学一起来的。这都是命啊，谁能想到刺杀夏雨珠的这群孩子里竟然有自己的亲骨肉。站长，那这件事按理来说是他自己的儿子，这件事我们本不该插手，可是和平是从犯，如果我们对他网开一面，那其他的人是不是也不追究责任，跟着一起释放了？这件事要是让南京知道了，恐怕很难收场哦。我们可以跟南京方面解释。解释，越解释越麻烦。上面对薛云很重视，尤其像暗杀这类的事情，绝不姑息。现在这群孩子的气焰太张狂了，过去游个行喊个口号也就算了，现在倒好，竟然敢开枪杀人。这次杀的是夏玉珠，下一次是不是敢杀委员长了？上面的意思是严肃处理。如果我们是这个态度，南京方面会认为我们对这些激进学生的立场有摇摆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家事，它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上海站的声誉。所以一视同仁，枪决。站长，如果夏专员回来了，我们该怎么跟他说？这个好说，就说任和平企图逃跑，被卫兵击毙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起来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你难道想一辈子待在这儿吗？我同学他们呢？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他们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跟你说，和平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的母亲。她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愧疚吗？
你好，帮我找一下顾长发，我是他妹妹。你说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好久了？你现在哪里不舒服啊？之后啊，和平呢？和平，和平怎么了？那些孩子，那些孩子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听说顾长区已经下令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进来。伤怎么样了？你出去等我吧。先喝点水，我有事跟你。我不是来找你喝茶的，我是来找你要儿子的。做了什么？他也叫你一声双菊妈妈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啊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小姐，你别进来，别碰我。变成了一个刽子手，在你眼里，除了执行任务，还有别的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出来，放开我！出来，我不想见他。放开我！出来，你不要见他。玉珠小姐。和平，和平，过来让妈妈看看。玉珠小姐，双姐给我打电话，把和平的事跟我说了，我连夜赶过来的。你放心，近两天我陪着她。和平，跟你妈妈道个歉。我没有错。和平，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的？我任和平没有妈。你个臭小子，别着急啊，
这两天我好好劝劝他。算了，算了。你每个月补贴重生医药费的事，王阿姨都已经告诉我了。我跟你，我们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姐妹，就算打碎骨头，也还连着筋呢。把和平救出来，可如果孙铁不知道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先让长发把和平带到乡下去，把一共产党都交了，我安排他们撤到台湾。好，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别哭了。这件事情我会汇报白政委，让他尽快把和平转移到根据地去。你跟白政委说，让和平先跟长发生活一阵子，以后再做别的打算，以免顾双菊起疑。嗯，我会跟白政委商量。君豪，从小到大，我最痛恨的就是欺骗。趁得到的一句谎言，让我失去了我的哥哥。真没想到，这一路走来，我自己竟然变成了我曾经最唾弃的样子，我变成了一个每天都要说谎的人，我每天努力扮演着一个国民党女特务，扮演成一个会察言观色、能歌善舞的下人。可这一切已经成了我的日常，别说和平不理解，熟悉我过去的人好像都不认识我了。雨中，你这不叫欺骗，而是伪装。为了
停车。先生还没到徐家汇路呢。啊，就在这停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先生，您这钱不够啊。以前跑这段路不都这个价吗？这金元件不值钱了，现在这段路车价得翻一倍了。好嘞。您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儿啊有一张新到的古典乐，您肯定喜欢。怎么样？那您随便看看，随便看看。怎么用紧急方式联系我了？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电文，东北野战军80万主力军已经沿长城沿线入关了。太好了。北平天津打下来，也就离渡江不远了。国民党正在积极布置宁沪杭附近的战略部署以及战后计划。嗯，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老蒋让毛人凤秘密集结了一批工程师，正在设计一套以上海为主、宁杭为辅的大中城市爆破图。上级指示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获取到这批爆破图，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爆破计划。这批工程师现在在哪？最近秘密转移到了上海。既然是转移到了上海，相信毛人凤一定把这些人交到了孙天普手上。